尊敬的诸位比丘大德，诸位沙弥居士，以及观看直播的诸位善知识，大家下午好。请打开经本，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生，家福而作，须臾之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生者智慧甚故。那么这一段呢，是讲前面呢所提到，若有众生啊明信佛智，以及信己善根，作诸功德，至心回向，往生极乐世界。那果报呢，就是在七宝莲花之中自然呢化生出来。在这个莲花当中啊，结家福作，须臾之浅啊，须臾的时间大概是啊48分钟啊，因为啊一天呢有30须啊，那么24个小时除以啊30啊，就一须臾就是大概48分钟。那48分钟这么短的时间中，身相光明，这个往生极乐世界的人皆具金色身，皆有啊32相80种好。光明啊自然就放出来。啊，那里的菩萨身上都带有光。智慧功德跟诸大菩萨一样啊，具足成就，一点都不欠缺。那这是啊，阿弥陀佛加持的。虽然本来的身份呢，是薄地凡夫，但是一往生就是啊阿惟越智菩萨，就证得了三不退，跟啊实际上证得的菩萨没有两样。那么这些功德利益是啊不可思议的。要知道证得三不退的地位呀，就是法身大士，要经过累劫修行啊，
然而只要啊信愿具足，一往生就得到。底下经文说，弥勒当知，佛告诉弥勒菩萨，你应当知道啊，彼化生者啊，到极乐世界莲花化生的众生，智慧呀非常高盛，在《观无量寿经》里面讲到啊，上品生者，当下就能够啊遍十方界，立誓诸佛，得诸佛受记，获得种种陀罗尼。陀罗尼就是总持，总一切义，持一切法，分身无量刹土，去度化众生。所以这些化生的菩萨们就不是胎生的，不是前面讲这个边地遗长的人，是直接入品的人，他们的智慧很高。那这个智慧就是表现在他们能够对净土法门不生疑惑，这都是累劫积极的善根。所以弥陀经上讲，不可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这个善根是无量劫积累的，通过供佛闻法到这一世善根成熟。所以遇到净宗就能够信受奉行，不生疑惑。那反之下面应经文讲的胎生的人就不一样，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事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这些胎生的人就是到边地遗长的人，他们呢在五百年中不能够见到三宝，也不知道菩萨的法事，就如何来行菩萨道，这些一无所知啊。为什么呢？没人教他，所以就不得修习功德。
啊，那在那边呢，享受啊快乐，但是啊，心中还是很郁闷，没有法喜啊。虽然得到的是五欲六尘的那种啊快乐，但是啊，因为没有佛法啊，不见三宝，所以总感觉到生活啊缺了精神的层面啊，就非常的啊闷闷不乐了。那么也没有因缘呢奉事无量寿佛，不是无量寿佛不给他奉事，是他自己的仪仗障住啊。那么因为有疑啊，对佛的智慧有疑惑，对奉事佛来讲啊，那么就不会有十足的恭敬，甚至难免有懈慢啊、懈怠、傲慢，这就啊会造成啊过失。所以佛宁可不出现，不给他造作慢佛的这个罪过。那佛是善知识啊，善知识必定讲法，那他对善知识有啊懈慢，那也就会慢法啊，所以佛不跟他讲法，都是为了免他造恶业。那么这种人呢，因为啊没有因缘亲近三宝了啊，在这个七宝城中啊啊闷闷不乐，这都是他自己自作自受。当知啊，这些胎生的人宿世之时啊，过去生中因为没有智慧，没有啊深入经教啊，对三宝带着疑惑，所以就导致啊啊这样的一种果报。那这就讲啊，结识啊，边地遗成之由来。好，那我们再看下面一篇经文，或近见佛第四十一啊，这一篇跟前面一品是相关联的。啊，前面一品主要是讲为什么会入到边地遗成。那这一段呢
是主要啊讲，要去除疑惑，就能够出遍地一场。啊，再次见佛，要断疑，必须要用智慧。啊，以清净的智慧啊，去破除疑惑，啊，惑尽了就见佛了。经文说道，譬如转轮圣王有七宝玉，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起殿，宝帐金床，蓝窗塔座，妙饰奇珍，饮食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系其两足，诸小王子宁要此否？佛在这里又告诉啊，弥勒菩萨，譬如这是举譬喻，转轮圣王，这是人道里面的福报最大的啊，它是人道啊，不同于天道啊，天道的人呢，飞行啊，直接用他的神通啊，直接就飞了。啊，转轮圣王还是需要有飞行的工具。啊，像我们人呢，要飞上天得坐飞机。啊，那转轮圣王呢，是坐这个轮，啊，轮宝。啊，那么也有啊，四种，金、银、铜、铁，啊，四种啊，转轮王。啊，金轮王最大，统领四天下。啊，银轮王三天下，铜轮王二天下，铁轮王一天下。啊，那他们在这个四天下游走，就是做轮宝。大概是我们有时候会发现那些飞碟啊，所谓不明飞行物啊，从外面来的啊，可能或许就是啊，转轮圣王啊来我们这里视察啊，因为我们地球是其中一天下啊，是属于他的啊国土。啊，但是我们这是属于穷乡僻壤，啊，这个文化科技很落后，啊，这天子来我们都见不到他，啊。那转轮圣王啊，啊，不住在我们地球上，啊，住在另外一个星球上。那么他有七宝玉。七宝做成的监狱，啊，那这个监狱啊，是专门用来啊关押这些王子。王子如果得罪了，就禁闭其中，啊，被关在里头。那这个七宝狱啊。里面有层楼起殿，啊，亭台楼阁，啊，非常庄严，啊，非常绚丽的宫殿，啊，都在这个监狱当中，啊，那里面呢，有摆着
宝幢金床，金子做的床，床上有那些帐，我们现在是说蚊帐了，那么也有用啊，来遮挡那种帐幔，都是上面有很多宝物镶在上面。蓝窗是有格子的一定是雕刻的非常精美的窗子。塔座塔就是床榻比较大的。坐小的座位，就像有长沙发短沙发，都是非常舒适。妙事奇珍奇妙的这些珍宝装饰这个宫殿所以这个七宝玉就是一座宫殿只是呢王子在里头被锁着不能出来，所以叫七宝玉。那这些王子呢的饮食衣服他们的受用就跟转轮王一样这父子都是平等了，受用没有差别。但是呢这些王子唯独是两个脚被金锁给系住就像那个脚镣一样但是这个脚镣是金子做的极其的珍贵。这就是转轮圣王惩治这些犯罪的小王子。那么佛就问这些诸小王子您要此否他欢不欢喜这样的待遇住着七宝的宫殿受用非常好但是就是被带着金脚镣。他们高不高兴呢？下面经文说，慈氏白言，佛也世尊，彼忧之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处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弥勒菩萨回答佛的提问这个譬喻非常浅显那佛跟弥勒菩萨两个人呢就像唱戏一样一唱一和这么简单的道理何必劳烦这位未来佛来回答但是这未来佛和现在佛两尊都非常慈悲，为教导我们这些凡夫愚痴之人就表演这个问的问题那么简单，回答的也那么直白。所以弥勒菩萨就说，这些小王子当然不会高兴因为什么呢？他们被禁闭的时候心情是不自在的是被锁着的，因为自己犯了过失，自己也知道错了，本来心里就很郁闷
啊，那么又被关在这个七宝狱当中，不能有自由啊，当然闷闷不乐嘛。那他们也想方设法求解脱啊，所以但以种种方便，他们就想方设法要出去啊，欲求出离啊，他们呢不欢喜这种啊饮食衣服受用的快乐啊，因为觉得自由更重要啊，若为自由故啊，这些都可抛啊。那所以求出近尘啊，他们就拜托身边的这些伺候他们的人啊，你看七宝狱当中啊啊，还有很多伺候他们的近臣啊，那王子们就拜托他们呐，啊，能不能让我出去啊？啊，当然，这些近臣呐，啊，不敢随便的放王子出去嘛，啊。要放他们出去了，要转轮圣王来治罪了，他们哪里担当得起？所以终不从心啊，还是达不到啊要出离的目的。那轮王欢喜了，方得解脱。等他们的父王啊高兴了啊，觉得要大赦了啊，这时候才把他们啊放出去，他们才得到自由。那下面呢，佛啊就顺着弥勒菩萨的回答啊，来和啊，用这个譬喻啊，和尚啊到边地夷城里面的人。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毁，希求佛智至广大智，愚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佛告诉弥勒菩萨，这些在边地夷城里面的众生啊，跟譬喻里面说的转轮圣王的王子们是一样的。也就是他们在这个夷城当中啊，这夷城也是七宝城啊，受用啊，那比转轮圣王的王子还要好啊。弥勒菩萨前面给我们描述，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啊。也就是他们的受用啊，不只是人道的受用啊，啊，而是天道的受用啊。只是他们的宫殿呢，只能在平地里啊，平地上，不能随意高荡。那就好像人的身就被锁着了啊，他就只能在地上。不能够飞行。那这些人是什么因缘呢？这里又给我们说明了，若有堕于疑毁啊，他们呢
在修行中有怀疑，有后悔啊。例如他们也念佛，念到啊功夫成片啊，但是呢还是有怀疑，到底呀、啊、这么样念法真能往生吗？啊，那去到极乐世界会不会说成佛的时间要很长啊？花开见佛，你看如果下品下生的话要十二大劫啊，那在我们这个世界上修行呢，一天就等于极乐世界一百年，还不如留在这个娑婆世界修好啊。啊，于是就不想往生。啊，还觉得自己，你看我念佛，说念到成片就念到成片。在这里修也能修成嘛。啊，何必要去极乐世界，到那里还拖延时间。我在这儿修一天就等于他们修一百年。这都是经上讲的。所以干脆就不去了。啊，生起了悔心。啊，退意了。啊，不想求生净土。那这种人呢，就会感得这种果报。那这里经文呢没有详细的说明。啊，如果在汉译本和吴译本当中就讲的详细。啊，那这种人因为有疑悔退心了，啊，不愿意求生净土了。但是因为他们已经念到了功夫成片啊，就是续念不绝，至少是一日一夜续念不绝啊，这是他们修行上的成就啊。然后他们晚上必定能够梦到阿弥陀佛。只要你念到这个功夫成片，必定能梦到。如果你还没梦到，说明你还没成片，就这么简单。那么梦到了，也就是佛给他印证。他功夫已经到了这个一心不乱最起码的标准。啊，是一心不乱的下品啊，就属于功夫成片。那么就会梦到佛。啊，要梦是梦阿弥陀佛啊，不是梦别的佛，别的佛不能算啊，因为你念的是阿弥陀佛。假如你梦到东方药师如来，这个就麻烦了，这是魔境啊，跟你所修的本尊不相应啊，这是魔境界，那就不要理会它啊，继续念你的阿弥陀佛。不要就换成念药师如来了。那么你梦到阿弥陀佛了，然后你起了疑悔，这个也是有的。为什么会起疑悔呢？啊，这汉译本和吴译本就讲，这种人因为前世啊，在做功德的时候就常常疑悔。譬如啊，
我拿出10万块钱来布施，啊，捐给一个寺院，捐了之后就怀疑，这寺院到底如不如法？啊，我要是万一给他们了，他们不如法，不就麻烦了？后悔，哎呀，早知道不要捐给他就好了。这一悔呀，那个功德就断掉了。本来修寺院，这个功德很大。啊，那你管他拿你的钱是不是干的如法的事儿，啊，他有他的因果，我发心圆满了，功德就圆满。啊，那假如我一悔，那就自己呀，啊，戕害功德。啊，当然还是有功德，但是功德就大大的减少了。啊，就好像你造罪业，啊，造罪业之后你后悔了，后悔了罪业就减小。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常忏悔业障？啊，忏悔就是把你那个恶念呐，相续的心给断掉。啊，那就后面就不会有恶业了。啊，到此就为止。它不增长。那功德也是啊，你修了功德，如果你后悔了，啊，那个功德也就断了，啊，功德也不增长。啊，譬如你本来建了寺院，假如这个寺院以后培养出很多僧才，这些僧才啊，法匠个个都能弘法利生。啊，普度众生，那些功德都有你一份。但你这一后悔完了，啊，那些就跟你没关系了。啊，你就是啊，建了寺院就到那么一点点功德。啊，所以这样子做法就是一悔。啊，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他就根本不做了。啊，刚想掏钱出来捐寺院，忽然有人跟他讲，哎，不要捐了，现在寺院呢，啊，有些都不正经的，你捐了你就白浪费了，啊，倒不如捐我这儿。啊，结果你一听他这么一说呢，哎，就不做那个功德，这也是一悔。啊，这个一悔呢功德更小，因为根本没做。啊，那因为造这种业，那他这一生遇到净土法门，啊，他也容易出现一悔。啊，修功德修了一半，啊，他就觉得要退心，啊，不想再修下去。啊，怀疑这个法门到底是不是究竟啊？啊，你看那禅宗不更好吗？啊，禅宗呢讲呢向上一着啊，啊，见法身佛啊，啊，我们见的这个阿弥陀佛有相的佛。啊，那万一这属于着相了怎么办？啊，不是听《金刚经》这么讲吗？若以音声求我，色相见我，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啊。那我现在念阿弥陀佛，不是有音声求佛吗？我现在又见阿弥陀佛，不是以色相见佛吗？那我是不是行了邪道，不能见如来啊？你看，读经啊，有时候会啊，读到错解如来真实意啊。啊，所以读经啊，不能够随便读，没有善知识给你做引导，啊，给你教导。
你就会啊一文解义，甚至会谤法。净土宗跟金刚经讲的就不一样，金刚经讲的净土宗就是邪道，完了啊！这金刚经着空，着了空也不是金刚经的意义啊。所以偶益大师有一个金刚经破空论，是金刚经的一个妙解啊。很多人读金刚经啊，就想到空啊，无相无为啊，就着了这个空相无相无为上去了啊。那金刚经最重要的意义是在哪呢？是啊，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呐、啊，啊，不着我人众生受者的相，修一切善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是《金刚经》的本意呀、啊！啊，你不能着四相，啊，当然。不着佛的相好，但是不着还要修善呢、啊。念佛就是修善了、啊。你光不着了，你不肯修善了、啊，最后果报最圆满的果报，顶多就是阿罗汉。啊，假如你不谤法还可以，你谤法了就到阿鼻地狱去了。那、啊，所以《金刚经》很多人没看懂，啊，着了空，所以偶益大师就注解破他的空，啊，是不着相还要修善，啊，不着有为也不能着无为呀、啊，这才是中道第一呀、啊。啊，所以本经这本品末后讲，以无相智慧求生净刹，跟《金刚经》讲的义理是相同啊。所以没有通的人呢，难免就有疑啊。净土宗讲的是要着相啊，要有念。啊，那《金刚经》说说无相啊，要无念，这到底怎么会通啊？啊，他就懵了，啊，他不知道净土宗跟《金刚经》也是不二啊。啊，本经就讲到以无相智慧呀、啊，直众得本呐、啊，身性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啊，本品最后一小段，你看，以无相智慧就是《金刚经》的无助。啊，那还要直众得本呐、啊，这就是生心呐、啊，啊。要升起求生净土念阿弥陀佛的心，这就是契合了《金刚经》的无住生心的妙趣啊！啊，要远离分别，不分别善恶，也不分别净慧，但是还要求生净刹，厌离秽土，心求净土，在无分别中还要啊赤然的厌秽求净啊，这是无分别中的分别。
这就是离一切相，修一切善，这就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了。啊，所以净土宗，很多人认为这是啊，好像比禅宗要低，啊，其实不低呀，啊。啊，讲的都是中道第一啊。那对这些理不能够通达明了，就有疑惑了。那这种人呢，说老实话也不老实。如果老实呢，他就专读这一部无量寿经，他不去碰金刚经，他就没有这些矛盾了。他又要去碰金刚经，结果又不能够真正明白金刚经，这就矛盾了。这就不老实。所以为什么我们强调初学要从一部经下手，就怕你读经太多了，产生很多邪知邪见。这读经都没读通，步步都是半桶水，这就麻烦。到最后他就以为自己很高明，读经读多了一定起傲慢，好像我都懂了，实际上都不懂，一部经都不懂。那他认为自己懂了，他就认为自己对，执着自己是对，那就会批评别人，就变成谤法谤僧，那这个比疑毁的果报更惨，那要堕地狱去了。纵然想求生净土，阿弥陀佛也不收。为什么呢？第十八愿讲的唯除忤逆诽谤正法，这种人诽谤正法阿弥陀佛不收。忤逆罪的人只要肯忏悔回头还有的救，阿弥陀佛还收。但是诽谤正法你根本就不信，根本就不接受，那阿弥陀佛就不收你了。那这种人呢不会毁谤正法。他只是有疑有悔。自己没搞清楚，没真正明白。但是他绝对不会这么造次，把自己不明不白的见地跟人家说。他只是自己有疑惑，疑情未断而已。他不敢造谤法的重罪。那所以呢，他也希求佛智，至广大智。这个智就是乃至。那这里讲的是唐译本的经文。唐译本讲佛智包括了五个：普遍智、不思议智、无等智、威德智、广大智。那这里省略了因为这五个智的名相前文已经有了所以就没有必要再次出现为了令文字简洁这是中国人的这个特性喜欢简洁不喜欢啰嗦，跟印度人不同印度人呢，他们的语法都是重重复复，重重复复。那重复也有好处就是印象深刻多一次熏习嘛就多一次的印象
记住啊就好。那中国人呢文字都很简练啊，所以你看希求佛智，智广大智就包括五条了啊。那希求的佛智，对佛智慧呀没有怀疑，但是欲自善根呢就不能生信啊，不能信自己本来成佛啊，这一点确实能够信得及的人呐不多啊。假如你真信自己本来成佛了，你一定以佛的标准要求自己，你不可能忍心造罪业，辜负自己的佛性啊！就好像你知道自己是一个大富长者的儿子啊，你绝对不会到外面干那些偷鸡摸狗的行为，没必要嘛！啊，你的钱有的是啊！啊，你想要鸡狗，那就拿钱买就行了，何必去偷呢？啊，除非你自己不知道自己是大富长者的儿子，啊，那出去了之后，你忘了自己的身份了。你可能会造偷鸡摸狗的勾当啊，在《法华经》里面就讲这么个例子嘛，啊，一个大富长者早年失去了儿子，儿子失踪了，啊，到外面去流浪，啊，二十年把自己的身份都忘了，啊，结果有一次乞讨。啊，回到自己的家乡，啊，都忘记了这个地方，啊，结果刚好他父亲，啊，出门，啊，浩浩荡荡的，啊，家庭啊，这个好多人跟着，啊，他坐在大象上，大象还挂着璎珞，啊，结果他父亲呢，一下就看到了那个乞讨的，就是自己的儿子。赶紧叫家丁去啊，把他抓过来。结果那个啊乞丐啊吓得啊使劲跑啊，以为这个长者来为难他啊。那结果这长者一看啊，自己的儿子已经认不到自己了，而且都变得这么下贱卑劣。啊，心里也很难过，但是也不能马上告诉他你就是我儿子啊，会吓死他啊，所以只能说哎，我家里啊缺一个掏粪的工人啊，你来帮我家掏粪吧啊，请到我家掏粪啊，掏了几年了啊，就表扬他，哎，你工作干得挺好，很卖力啊，给你加薪啊，给你提升啊，这个提升职位啊，这样慢慢慢慢提升，又过了二十年啊，把他提到了管家，整个家族由他来管啊。这时候他在长者家已经啊日久天长习惯了，慢慢他也就不觉得拘束，不觉得有压力了。啊，那长者看到他这时候能承受了，就召集大家啊，把家族人都召集来，跟大家宣布，他就是我儿子，啊，我的家产全部都给他，这才把事实真相告诉他。啊，这佛对我们众生啊。教化就是这样善巧方便啊，众生因为迷失了太久了，佛一下告诉他
您本来就成佛，他就吓死了，不敢接受。啊，怎么可能啊？啊，不可能，不可能不要紧，他会毁谤啊。啊，说佛这个讲这些啊无稽之谈了、啊，啊，来挖苦我的呀。你都成佛了啊，见到我那么可怜，就说我也成佛啊，我哪有佛的受用啊，我哪有佛的智慧啊，哪有佛的相好啊，众生就不肯接受啊，所以佛没办法啊，先从小乘法跟你讲啊，讲阿含讲了12年啊，再讲方等啊，回小向大了。讲8年，谈遍赤小，探达方圆，啊，包圆，啊，让我们渐渐能入大乘，啊，再跟你讲般若，啊，讲地义空的道理，啊，让你能够渐渐入佛智慧，开佛之见，啊。再慢慢的跟你讲法华涅槃，告诉你，你本来是佛啊。最后把谜底啊揭出来了，啊，所以在法华会上，佛才是真实说，以前的都是方便说，啊，就像那个大夫长者对他那个乞丐儿子一样，啊，先让他掏粪啊，先做最下贱的工作。啊，你给他高的工作他做不来啊，他不能承担。啊，所以佛就是这样对我们善巧方便，把我们都看作自己的儿子。啊，我们本来啊可以继承啊佛位啊，那现在不敢承担。啊，所以跟我们讲小法。慢慢诱导我们，啊，先是诱导我们出三界，啊，说有这么一个化城，啊，你到宝所之前就先到化城，啊，那边先呢休息休息，啊，300里的化城，啊，到了那边之后再慢慢诱导你，还有一段距离，到500里的宝所。这才是最终目的地呀！啊，这是循循善诱啊。那在法华会上，佛把真实的道理讲出来了，讲我们大家本来是佛啊，都能成佛的呀，还是要上根立志的人才能够接受啊。啊，所以法华会上20000人听经啊，有5000人提早退席了。啊，这5000弟子还有证阿罗汉的呢，都不能接受佛的一乘大法。啊，就是这里讲的，欲自善根不能生信呐。你看这多不容易啊。啊，那他们退席了，佛也没有留他们。啊，笑一笑说，退亦加矣啊，啊，退也好啊。为什么呢？善根没有成熟，讲给他听也听不懂。那么净土是一乘大法。是教我们呢一生当中成佛的，跟法华一去不二啊。偶益大师甚至说，净土法门是华严奥藏法华密髓呀。啊，华严经也是一乘大法。啊，华严深奥的宝藏，啊，法华经秘密的精髓全在净宗。啊，
那什么人能够成道？啊，藕益大师讲啊，只有马明龙树啊，智者永明啊，这些大圣啊，才彻底何胆的去啊！啊，一般的人啊，听了退席啊，啊，那是自然的，退一加一啊。所以这批人愚自善根，不能生信啊，信不及，不敢承担自己本来是佛。所以念佛念几句就能成佛，这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啊？啊，不知道是心做佛啊，是心就是佛的道理啊。那可能我们听了之后啊，我看到有一些人呐、啊、就皱眉头了。那阿罗汉这些弟子们。啊，都不能接受这种大法，那我们怎么能够接受啊？那你是不是也要退席啊？你要退席，那么我也只能说退一加一啊，没办法了啊，你就是愚自善根，不能生信啊。要知道阿罗汉确实他们断烦恼的功夫超过我们，但是论到善根呢，就未必啊。很可能啊，我们在座的各位的善根啊，也包括现在观看直播的啊，没有退席的啊，这些人的善根都超过世尊法华会上退席的那五千人，那些阿罗汉啊。为什么我敢这么说啊？因为本经啊，前面阿舍王子和五百大长者听闻了弥陀大愿，生欢喜心啊，他们就以金花盖供养佛啊，佛给我们说出他们的本机啊，就是前生的事迹，他们已经供养过四百亿佛，这么殊胜的善根，所以听到这个净土法门，他们才生欢喜心啊。那这些王子大长者501个人啊，他们没有证阿罗汉啊，但是他们的善根确实就超过了那些不能信净土的阿罗汉。那些不能信净土的阿罗汉可能只是种过了啊，种善根呐 啊供养了啊，这个啊十万百万的诸佛，但是远远没有供养到四百亿这么多啊，所以修的善根还是不足。所以于此法门不能信入啊，不能直下承担我本来是佛啊。那么我们能够听闻这个妙法，听闻了而不生惊怖，不生退屈之心啊，当然也没有谄取之心啊。什么叫谄取呢？就是不是真正承当
啊，而故意在那里说，啊，我本来就成佛了，就是讲细论，就是禅学，啊，不是用直心来接受大法。那这些就不是我们这里要讨论的啊。那你能够以直心信受净土法门，那么你的善根深厚，不可思议啊！这个自己啊，要当仁不让了啊，别客气了。啊，别说我不行，我不行，这个没什么不行的。你过去确实种了这么多的善根，你这一生才能闻净土法门，闻而信，信而愿，愿而行。啊，那这里自己确实也要谨慎的，就是什么呢？啊。那信当中啊，如果还有夹杂着疑，就要把这个疑给断除。啊，佛法里不是不允许大家生疑，啊，可以生疑。禅宗甚至是讲小疑则小悟，大疑则大悟。啊，你有疑情。啊，那么你可以自己深入经教，啊，或者啊入定思维，去要参透它，啊，或者直接请教善知识，把你的问题提出来，决疑解惑，啊，千万不要有了疑之后就退心。啊，只认为这个法门呢，啊，不究竟，啊，不圆满，啊，不如别的法门，就退了。啊，那这个就很可惜了。啊，那这些呢，啊，边地遗成的人呢，他对自己善根不能生信啊，他犹闻佛名，起信心故。他闻到阿弥陀佛的名字，起了信心，就念佛求生净土。那要知道，闻到阿弥陀佛名号啊，能求生啊，极乐世界，有这一念愿心啊，这都是啊，经中说的，有比如来加为力故啊，能得如是广大法门。这个人虽然他善根还有一些不足，但是阿弥陀佛加持他，令他能够啊闻到佛名，啊，能够闻到这个法门，起信心，啊，按照他自己的善根来讲，他可能起不了信心，可是有佛加持，啊，他就起了信心。但毕竟啊，善根不足啊，信心呢，啊，就不是啊具足。但是他还是发愿去，这是因为呀，啊，阿弥陀佛摄受他啊，所以他发愿求生净土啊，蒙佛接引。虽生彼国，啊，到了极乐世界，啊，
但是没有真正入七宝莲池。啊，到了边上，他就觉得那个地方很好了。啊，不想啊再往前进了。啊，就想停下来。啊，这里你看有七宝城。啊，也是啊莲花啊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这么好。啊，行了，就这就可以了。啊，他这一念一升起来，阿弥陀佛就不见了。啊，因为阿弥陀佛入一切众生心想。啊，你不想入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不会勉强你。一切都是自然。啊，自然中自然相。这个七宝池也是他自己这个业力自然化现。啊，那么他就入了七宝城。所以欲莲花中不得出现。啊，不能够啊莲花化生。啊，但是他在七宝城中啊这个仪城里头化生。那么他们处在这个城当中啊就叫做花台。啊，所以下面经文说，彼处花台犹如圆院宫殿之相，何以故？彼众清净无诸秽恶。这些往生边地遗城的人，他们处在花胎之中。这个花胎啊，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小花蕾。如果真的是那个小花蕾那么小，那你在里头就很难受了。他这个花胎犹如圆院宫殿之相。就是很大。有这个大的园子，有亭台楼阁，有花园，有宫殿，就是一个城。那么他做这种想法，那这种想法当然境随心现。他心有这种想，那境界就也出现了。这都是自然感召。不是佛给他制造一个仪场让他在里头待着。是他自己这种一夜变现。那这个呢也很清净。何以故啊，这个花胎就像宫殿宝城一样。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彼中清净无诸秽恶。那里面呢也很清净。没有污秽，一尘不染。也没有恶，没有人在里头做杀盗淫，没有造恶业，也跟极乐世界那样尚无恶道之名，何况有事。那里都没有恶道，纯粹就是像天道一样。那个身体也是非常清净光洁，如天人的身体一样。那个宝城当中一切的万物都是清净的，美妙的。
这个根呢，啊，叶磨千人，那个受用没有两样。然于五百岁中啊，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侍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行乐。啊，那这些入了一乘的人，在五百年当中不见三宝，啊，不能够供养奉侍诸佛，远离了一切殊胜善根。啊，殊胜善根不是只是拿点钱救济贫苦，那不叫殊胜善根，那叫善根，但不够殊胜。啊，殊胜善根是清净三宝，是奉侍诸佛，是听经闻法。啊，清净啊，圣众。那这些都远离了，没有，所以以此为苦，他觉得很苦闷，不生心乐，他不高兴，不快乐。啊，他宁可能种善根，啊，能够啊亲近三宝，也不要这样的享受。啊，这使我想起啊，咱们道场这些义工菩萨啊，有的人呢家庭条件都很好的啊，可以在家里过着很逍遥自在的生活啊，可是啊他们呢觉得在那里不快乐啊，还不如来道场啊，来道场呢你看啊，这个男众的义工啊，还好一些，啊，那女众义工啊，就生活条件就比较差，啊，你看住在外面那个小四合院，啊，这个好几个人挤一个小房，啊，住上下床，啊，这里下雨又多又潮湿，啊，晾衣服都不干，啊，地上有时候都有水。啊，每天呢，啊，听说这个啊，我们现在新的这个厨房啊，那很多女义工啊，早上三点多就要下大了啊，开始做饭做菜啊，因为还要供养啊义工信众啊，那这也很辛苦啊啊，但是呢。他们呢乐此不疲啊，啊，感觉到这里比家里快乐啊，为什么呢？因为在这里啊能够啊种殊胜善根呢， 啊天天都能够啊听经闻法，天天都能够啊在这里持戒念佛啊，在家里没有这么多的啊同修道友啊，互相策力啊，共同进步啊，所以以此为苦，不生心乐啊，这是很难得的啊。那么能够放得下这种啊世间的享乐。啊，来到道场修学，以戒为师，以苦为师。啊，那你这样的道心坚固，啊，你种的善根就殊胜。啊，将来你往生不会到遍地一乘啊，啊，直接能入品，啊。啊，最重要的啊是啊真正啊安下心来修学。
啊，为道而来，啊，在这里修行，啊，不求别的，但求这一生能成就，能自在往生，啊，不求名闻利养果报，啊，对这个娑婆世界一无所求，啊，那以这种清净心来求法，必能够啊深得意趣，啊，纵然前生善根不足，这一生就能够迅速补足，啊，就能契入大乘第一义，啊，你能明信佛智，又信己善根，啊，往生净土就十分殊胜，啊，再加上有持戒念佛，那绝不是中下品而已，啊，至少是中品以上，啊，甚至上品往生。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谢谢大家。